不过你儿子长这么漂亮，可以致敬了。啊，对了。首先恭喜你了哈。五十一年是算是六十一还是六十二岁？六十一岁，虚的六十一岁，虚的六十一嘛。我虚的嘛，六十一啊，虚的。不过无论如何，目前你是我们波峰产科年纪最大，六十一岁，恭喜两条线哦，两条线，啊、谢谢你有看到两条线。迟来的幸运，好。我那时候跟当主你一定怀疑，那、哦、你虽然我有带两块钱了，我有换一个胚胎两胞胎的，我们再赌双胞胎好了。好，运到，来，你要抓你抓抓一大把。好，我来。假弟弟，你来抓，一大把一大把，假弟弟小心，希望。就是整个幸福都满出来，来。小姐来。蔡医师，右转。我们那时候是跟你先生拉的哈。对。那这里大白色，三二一放哦，啊，哎，这个叫做幸运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一次。